摇头了，摇头是吧？耶，大台东炮，哇，你这肥到大家以为你是鬼呢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会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北提玩的梨子，我今天不是安跑，就是来钓鸡钓的。今天钓的目标是臭鳜，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神秘嘉宾要送钓臭鳜，好了，这位置我们马上 go。那我们今天的神秘来宾就是我们很久不见的卡赫老师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不在，已经没有在那个淡水了，现在拿起鸡钓竿来了。对啊，钓鸡了。对，开始觉得他路亚已经钓到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到他了，真可怜。他来钓钓这个臭鳜啦，就弄弄给西，然后准备开钓给西这样。然后用的饵是这个神奇的东西，超500的超弱链饵，然后看感觉很猛，就买了一包试试看，很妙哎，在一个这种看起来很平缓的地方，对啊，等下钓都是上胶钓这种粗的，这是台中什么都有，台中什么都有。乌鱼哦，乌鱼啊，是哦，哦，乌鱼，可以加菜啊？加菜，哇，哇，哦，乌鱼，哦，这只还不错嘞，哦，是哦。这个哦，这是应该粗的哦，哦，粗的是不是？小的，好，可食用级，对，食用级。哦，哎，这，哦，哎，这大的呢，哎，漂亮哎，哇，哦哟，一个钻，一个钻，哎，这是粗的，哇哇，没关系，还有残念，残念，下面很多，快点。A啥？哎，咋该吹了？哎，也中了，哎，哦哟，哦哟，耶，是哟，台中臭，哟，台中臭 get， 耶，学霸，台中臭。get 哦，是哦，继续，我先丢下去，我先架着，我去把我鱼捡回来，帮我不要让它被车下去就好了。哎呀，行，摇头了，摇头是不是？对，哇，有，哦，冲。偶啊，大的哦，别，哦，拖，我手上还差了一只鱼，大只，没有 ，OK， 正常的，我手上还抓着一只鱼，等一下，有点忙，哇，拍摄，有点忙，哎，怎样，哇，大摇，哇，好忙哦。鱼都还没丢进去，另一只又来了。也送入洞房，抓我另外一只鱼。哇，好忙。是哦，耶，又是一只臭臭。臭臭，来吧。啊，进去，乖乖，啊，再拼，还好。淡水没有鱼，来钓海水。不对，淡水是海水，应该比较难钓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就很好钓了。对啦，可是我们刚才不好钓啊，点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摇了，
哦，嘎瑞，哦，嘎瑞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哦哟，哦，帅哦，小臭臭，这个是上升，哇，这是。是在台北，是在北部就说煮汤田。台东这个是太小只，抓得出特别小的。哎、欸，我们的，一撒该吹了哎。好，哇，这个尿来的很不是时候。哦，又咬了，又在咬了。好、哦，又下去了。好、哦，又咬了，咬了，咬了，咬了。好、哦、吃啊！哎，太有趣了！哇，臭臭哦，这只就比较小。哎，来评价一下这只体型如何？可以哈，好，继续去，赶快。咬了，饮料，什么饮料？老板，饮料，小蜜蜂，饮料掉一只，饮料掉了，哎、欸，我也来咬了，饮料掉了，哇，真是大咬啊，真的很不夸张，咬翻天，换个点差超级多，就是差十公尺，对对，真的，鱼都在这边，哦哟。哎、欸，钓这么近哎、欸！对啊，哇、哦，出现了第三种。哇！哇！哇！什么都咬哎、欸！我飞你这哦！哦！哇！乌鱼，我第一次钓到可以吃的、欸，终于钓到可以吃的乌鱼了。哎、欸，等下不对，这是豆吧？这是豆啦。这么大的豆？它没有点啊。没有点，这是豆仔啊！哇，超肥的。哇，你这个肥到大家以为你是乌鱼呢。没有点，这是一只超肥的豆仔。耶、yeah ，爸。这鱼，这叫什么？高。狗跟仔，哇、哦，好像。哦，它也会呱呱叫，是不是？它呱呱叫，还像小花生哦。它很凶啊！啊，它身好黏哦。对啊。对啊。题材的。就那种我们抓我们都不会抓它，因为它是很凶。好恶心哦，哎，黏黏的，呀，恶心。我、啊、真是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、欸。好好玩哦！要是每次钓鱼都能这样就好了。不是，也会啊，也是我，哦，第五种，哦，不是你的链饵，是哦，对，哇，哇，本日第五种鱼，抖抖鱼，哇，定尾，这是竹夹嘛？哇，太扯了，这边太夸张了。是这样的竹夹鱼哎、欸，太扯了。但是刺，哎、欸，又有了，又来咬了。但是这次比较像臭肚，超夸张的哎、欸，感觉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准备离场了。那、啊、今天真的只能说换个点，马上爆咬。我们以往来台中北堤这边都是钓铁板嘛，就是去前面钓铁板，第一次在就是靠近。入口，这就是那个神秘的沙滩。那我该钓的只不过是灯塔这边，就是左边入口左边而已。没想到那边鱼就这么多，对吧、啊？这是北堤一个与众不同玩法，大家有空也可以来试试看。对，那咬不咬就不敢保证。真是今天真的是咬翻了。好了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拜拜。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下订阅。